恭敬法师慈悲开示。大家请坐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佛说阿弥陀经大意。尊敬的诸位同修，诸位护法，大家早上好。再借这个共修这个时间，再跟大家继续来学习啊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。今天又回来在这个地方一起来共修啊，来念佛。听说上个星期已经开始我们澳洲啊，在这个时候啊，可以说福报很大，因为疫情还没一个稳定的状况啊，所以大家。昨天报告出来一天，大概将近有40万被感染的，那死亡啊已经达到3000到4000，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。所以原本啊师父要到西方的，要把这个佛山突然间又有疫情，所以西澳啊又在封城，所以雪呀可以说啊，福报很大，是不是刚刚从墨尔本回来啊，就
贴的三十系列，原本啊也是要住在一段时间，在那边跟大家讲讲经。所以这个因缘还没记住，所以先回来学理，所以我们停了三个星期。今天呢、继续来跟大家学习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那今天呢、最主要性的呢，我用一个学习的心态来跟大家学习的啊，我用我个学习的心态，所以在讲经当中啊，能够深入还不能深入的话呢，那个不是关键，那是不是重要的。所以在这个地方呢，我为什么要跟大家来选择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呢？就是希望啊，能够让我们对净土法门能够深信净土，记得哦，深信净土。而下面的那一句话是最主要性的，最关键的，不但能够深信净土，而事实不退。誓就是发誓，死是生死，不退，不退转的退。这一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的内容其实很深的，只有我的老师为什么要我选择学习这一部经呢？而定三年的时间来深入这一部经。所以祖师大德啊，常常告诉我们一门深入，下面是什么？常识熏修。那为什么我们要一门深入呢？为什么祖师大德所讲的教我们要一门深入？今天法师讲净土法门的经典太多，很多都讲得非常好，而且讲得很深入。那我们为什么要尝试？